马上过到初八，咱们就开始上班了。哎，对，新的一年新的开始。那是德云社封箱大吉。嗯嗯，今天是好日子。嗯，封箱。您等会儿不是开箱吗？啊，不是开箱吗？开箱是今儿啊，封箱是前些日子。哦，之前的演出。我们歇了有一个多，不到一个月。啊，对对对，演员整个变化很大。啊，对，在这一个月时间呢，我们这个多学习。哦，自我增值，给自己充电。是。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事就看看春晚，啊，哈，有情调，有情调，真的，看看春晚啊，啊，吐的跟什么似的？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恶心啊，啊，有点过于直白了。啊，我不是说别的啊啊，我主要是盯着小彩旗来着啊，就是那转的，哎呀，我真想给他递一块那个死拽炫迈口香糖。根本停不下来啊！嚼到没有味道就停下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！上台冯导给他吃的这个，我跟你说，咔咔转转的我直恶心。是是是，还有那个法籍华人，法籍华人衣服，哦哦，哎，往外变面包那个面包，哎，糕点师多好，对不对？法籍华人一上来，那啥，大家好，今天崔小慧我给你等会儿，哥们儿，这是法籍华人啊，这不是东北华人吗？滑到东北那边了，其实就看。啊，还有我们那个德云骄傲，德云的骄傲，我们这云鹏老师啊，小岳 啊，演一井盖多好，你说演井盖，对对，你这玩意儿，你说找大锤，别找那儿找去，对不对？让人歇死，对不对？我们后台有都住这个俩人配合多棒，我说。啊，其实你说这个春节晚会还是有值得好的地儿啊，那当然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没去啊，对这个，你跑这拽列子来了是怎么？不是说我们没去啊啊，咱们就不看。哦，压根儿也不看，咱能不看吗？哦，也看，看啊，必骂。哎，对，就说咱们这个，不骂就不是春晚。怎么会？咱上去就不挨骂了吗？啊，都得挨骂，对不对？嗯，春晚就是一个骂和被骂的过程。啊，就过年晚上找这，对不对？过年嘛，大家为了开心。其实你说现在这春晚，嗯嗯，哪有德云社这个开箱好看？是吗？对不对？哦，这你看，你也真臭不要脸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就是春晚的后续。啊，咱跟人能连上？那想是这么想，这就说那儿的语言类节目少，哎，对，到德云社语言类节目多，全是，对不对？嗯，听着的过瘾。对，当然说实话，有人觉着电视的相声没法看，也不能怪人家说的不好啊。哦哦，因为什么呢？嗯，尺度太高。哦，就很多不能演的。嗯啊，你像今天我们尺度很大，真的，你像一上来尺度很大。对，其实我发现过完年你长的尺度也很大，现在真的。对，你就说话尺度也大，就说咱们这个剧场的相声为什么好啊？啊，观众爱听啊。嗯，说的都是您身边的事儿，贴近生活。当然，有人也认为我们这个剧场相声也有不好的地儿。是吗？这不有人就提出来吗？啊，说你们这个说相声的演员，啊，就是剧场的都是三俗。三俗，嗯，哪三俗啊？就三俗，低俗，低俗，低俗。哎，低俗，没法听。您等会儿，您有三俗啊，仨低俗啊。我记得有个庸俗跟媚俗呢。一会儿那俩就上来。你确定是咱们俩后边那俩吗？就是一小矮个儿，完了，一小胖子，然后那烫头那个。咱俩开箱这天就告别演出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你怎么不懂？开箱封箱，咱俩是一天。哎呀呀呀！行，啊。没看我今儿都搂着的吗？今年的演出计划很快就结束了，很快就结束了。行，咱俩明天回家备战明年春晚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先把正月十五上去再说一说。上不去了，元宵晚会咱们也得上。其实说实话啊，这也不能怪我们，是吗？因为什么呢？好多的相声演员呀，为什么说不了特别高雅的东西啊？为什么呀？都是幼儿失学，你看我们就没办法。啊啊！你像我来说吧，我当着大家伙儿，明人不做暗事啊，对不对？我这咱说实话，嗯嗯，我初中都没有毕业，对吧？实话，对实话，这是实话。怕什么呀？嗯嗯，对不对？咱这得给国家省钱，给您头给谁省钱？国家省钱啊，给国家省你呀。九年义务教育啊，欠我两年啊，对吗？那你现在想退也退不回来了。我也没管国家要啊，你也得敢要啊，你要他也得给呀。你怎么不去死呢？就是我想啊。啊，行，你想吧，想吧，继续想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还活着呢吗？对吧？没听说过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说实话，谁不想上学呢？
对吗？谁但凡要能上学，不都上学去了吗？啊，都开心嘛，对吗？家里边家长说着也露脸，对吗？是，我们孩子考清华多好。不是，干嘛家长要这样呢？这就是高兴，清华多好，您听听，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们孩子考北大，对吧？这种乐趣我体会不到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对吧？多高兴，对吗？哎，你孩子应该考清华，美，考上那北大都这样了，对，高兴。你像我们这孩子，家大爷出去说都丢人。这么丢人，说您清华，您北大，您孩子干嘛呢？说相声的，你这不是还行？这得参加过早参加工作，不挺好的吗？那是你但凡有辙，谁说相声啊？对不对？哦，但也跟我自然而然有关系。有什么关系？初二就不念了，是吗？为什么呀？嗯，因为可能我这人胆小，胆小，怕黑呀，怕黑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我不怕黑，我跟你说。喂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是不是让屁崩了你？不是，你琢磨。你跟我说话，我让屁崩了。你说你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你是以什么一个姿态站在舞台？行，哎，你等，学过杂技呀？你看看，什么废话？哥，不对，我形容词不对，但是你这意义不对啊。怎么了？干嘛？你怕黑啊？跟学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怕黑，我能考大学，我都跟你说。不是跟那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我怕黑，我怕看见黑板啊，对吧？这黑呀，我就不敢。你这强词夺理哦，怕黑就不能看黑板了啊！你这人，我也不敢看黑板，那我干嘛？我只能睡觉了啊！上课好睡俩星期，哦、老师不干了啊？是吗？干嘛？我讲的不好了怎么着？哎呦呦！怎么你一上课就得睡觉呢？嗯嗯，你这么着你别来了，哎呦，跟这儿瞎耽误功夫，回家去吧。给我劝退了，劝退。到家我爸爸也问我呀，啊，儿子你怎么退学了？嗯，老师不让我上啊。不是凭什么不让你上啊？睡觉来着。对，你怎么非得睡觉呢？嗯，爸爸，我怕黑呀，怕我怕黑，哦，我怕黑，我就得睡觉啊。哦，啊，睡觉。再说孩子，谁哪个谁上课不睡觉？有睡的。爸爸，我上学的时候上课我也睡觉啊。爱看也这样吗？那你看看，这不就不赖咱了吗？对不对？不赖自己。对，爸爸，嗯，你也有裸睡的习惯吗？哎，对你。你等会儿。我都喜欢脱光。哎哎哎，等会儿。一屋子同学上课，你光一屁股，就这撅着睡，你也不怕吃亏你？你那课堂都得撅着听课是吧？不，你告诉我你上的哪个课？不，你等等，我觉得你要是裸睡，你是上的体育课吧？你这我觉得老鹰捉小鸡儿，行，甭来这套。我觉得你要是光着睡，老师给你劝退是爱护你，真的。这位后来咱就没上，但是说实话啊，没上。你别看我爸爸糊涂啊，他不让我上学，不让上。但是我爸爸说话对，什么意思？你不上学，你得多学习，多看书。哎，这话倒是对。跟家你这书本你不能落下。没错啊，咱们家祖传人老话，嗯嗯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哦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多看书。对，您等会儿合着就看俩娘们儿是这意思？那黄金屋呢？咱家不差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你咋着跟差不差钱没关系，我告诉你，得有黄金屋，得有黄金屋，这是后话。是，主要是奔着学习啊。听爸爸的话，没错啊。大家大人不会害咱的。对，没事，天天那阵儿不说相声干嘛呀？嗯，跟家没事我就撸克，我跟你说，天天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什么？撸克，您没撸出火星子来，您这。我怎么撸出火星子？什么叫 look book 呀？就是看看书，就是 look book， 这是单词组合，是这意思吗？怎么了？ look book， 看看书。对，行，接着撸吧，来，停了，怎么这么别扭的？你说，来继续看书伤身体，我跟你说这。行了，越描越黑，您这是看，干嘛？虽然说。你们的尺度也有点大，你知道不要这样，哎，都把我都带坏了，你知道咱呀上不了晚会了，我告诉你。这个就看书。哦，看书呢都人家就讲究啊，喝个 tea 什么的。真的，您等会儿喝什么？喝个 tea 呀。你怎么不加点油呢？你叫还喝个 tea？ 有看书加油的吗？喝个 tea 那叫喝点茶。对，绿 tea 红 tea，你还染色体呢。哎，花 tea。 哎，花 tea， 花 tea，哎，花 tea，铁 tea。铁剃是吧？哎，铁观音的剃，铁剃。哎，好剃，哎，铁剃啊，铁剃、嗯，哎，就喝喝着啊，好，看看书啊，嗯，我看书啊，跟他们这走马观花，啊，那就不叫看书哦，那叫看热闹。
写的什么事儿啊，怎么回来怎么回去，那不叫看书啊。是吗？看书咱得什么呢，嗯，得从中有多感悟。哦，得吸取这个营养。对呀、啊哦，而且你看，有的人的那个好看书，你像人家好看书的，你都追着哪个作者，他的写作风格喜欢，一出就买，一出就买的。嘿，讲究啊！当然咱讲究了，啊、对不对？家里边专门腾出一间屋子啊，有书房。好，每天早上起来啊，必须撸和撸个 book。咱不要再说这个词儿了，好吗？真的，你容易躁动。这词说的。这不马上打春了吗？今天就是好好、啊，哎，推开书房的门，嗯，里边都是书。好，我四叔，哎，行，我五叔，我三叔，我六叔死的特别惨。行行，您等我、啊。大卡车碾死。哎哎哎，行，干嘛弄一灵堂在家搁着是怎么的、啊？什么呀这是？边上还有一配套设施。什么呀？婶房。哎婶，不行你怎么？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先考虑髌骨的事儿吧。我告诉你，这叫看的书，就是看的书啊。嗯、四书五经，嗯，哎，里边哪个人写的书，都放在一块儿，哦，单独陈列出来，方便找啊。嘿，对不对？嗯，看那个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什么？嗯，周迅写的书，都看过吧？哎，周迅都知道吧？两撇小黑胡，大背头，穿一长大褂，小袖，哎，往上一打。行，您呢？周迅，哎，怎么样？这是谁？周迅啊，周迅、啊。您等会儿，您有点玩笑了。怎么了？这不是鲁迅吗？这个，长篇小黑胡，头发哪？这一大围脖，完了就那样。鲁迅，鲁迅，鲁迅。我记得有个周迅来着。周迅那是那个拍电影的，鲁迅是写书的。哎，周迅是拍片的。哎，对。哦。行，您等会儿，您等，哎，对，哎，对，提个小意见啊，啊这个人认为咱们用词可以严谨一些。拍电影的跟拍片的这是两回事儿。不，怎么回事？这一个18岁上，一个18岁下。那我说的是拍电影，应该是拍电影啊，对，不是拍片的，不是拍影片的，怎么样？你不要矫情这词儿了，就是拍电影的，拍电影的啊，有没有小黑胡？有，鲁迅，对，有。周迅呢？没有，长胡子就坏了，这个就哟，就我就没瞧清，你这眼睛也瞧不清，我告诉你，俩眼睛还没俩钻大呢，你瞧你这，哎呀，那书本离这么近，我能没瞧清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有马赛克。哎，我你等会儿。马赛克像话吗？就是他迷糊的，有点。你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，我就告诉你，这人叫鲁迅，鲁迅本名叫周树人，姓周不姓周？姓周不姓周？您这愣靠可不行啊！对不对，姓周叫什么迅？周迅吗？你这女儿，这周树人，鲁迅写的《少年闰土》，有，还有、嗯、啊，他写的不错。no， 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呐喊啊！我以为这是闹鸭子呢，这啊就出来了。这写的还行，确实写的还行。啊、行，还有那个，嗯、啊，老舍啊，有老舍，有老舍行吧？哎，北京老舍、啊，老舍也不是他的本名。哎，对，哎，也是艺名。哎，这回知道叫笔名，笔名，哎，也是笔名。对，竟叫什么？啊，叫啊，姓舒，姓舒。嗯哎，这个亏吃的有点怪异啊！看我叔这嗓音还挺尖，你看，在宫里上过班，我跟你说，啊，姓舒，你呀、啊、今儿过不去了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一会儿都别走啊，都上我书房待着去，我跟你说，这啊，叫舒淇，哎，舒。漂亮，大厚嘴唇，旁边站一小书童，哎，大秃瓢叫什么？锦江叫什么什么？锦江之舒淇啊，大厚嘴唇。行，你不要撅，不要撅了。你倒舒淇，这是拍片的，我告诉你。谁问说这？不是你，不是你，甭问，你说不对，人老者认识舒庆春，舒庆春，舒庆春。没有舒淇的事儿，没有两回事儿，人家拍电影的，人家那闺女保不齐，闺女保不齐也不是，那他有一弟弟，是不是叫舒福佳呀？你呀、啊、就是看砸了，我告诉你，可能是一种暗示，舒服吗？上家去，舒福佳，你这么多人忙都给来吗？谁捡着算谁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，哎、弄出一舒福佳一挤，多开心。
哎，我觉得你过完年奔放了许些。啊，也是过年的时候闲着没事儿干。有老舍吧？有、哎、有还有那个，哎呀，想还有谁？对呀。不是，你怎么说的？你心坎里了是怎么着？没有，你今年容易遭嘴了，你今年。还有那个，郭沫若，郭沫若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跟你说，您要不先醒醒这鼻涕怎么样？我醒什么鼻？什么叫郭沫若呀？你这郭沫若，人家叫郭沫若，北京人是北京人，哎，对不对？郭沫若留学到日本。哎，对，有这么一段拍片嘛？哎，对，你他那个去那儿，不是你离不开这里是怎么？什么呀？人上那边学习拍片，哎，那个我跟你聊不了，那边先进文学，文学，注意素质啊！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巴金儿，巴金儿的书你也，你跑这下蛋来了是怎么的？我能下蛋吗？我下蛋什么叫巴金儿啊？有没有这人巴金儿？人叫巴金，巴金，你要来着？我多的要，我要他干嘛？我刚生下来七斤四两，你没听说过？八斤，合着你一个都说不对是吗？还有那个毛豆，毛豆有吗？毛豆，你还扎皮呢，还花生呢，我告诉你，还花猫一体呢，你还我告诉你，乱七八糟。现在我们都重新一花两吃。你行，甭说那，人家叫矛盾，矛盾，哎，没有毛豆，没有毛豆。有知道什么叫一花两吃吗？什么意思？炸完一盘花生米啊，这碟搁盐，这碟搁醋。你还是研究研究那舒肤佳怎么剪吧。我告诉你，这花生米到地下剪还特乐呢。我说，哟，你剪过呀？看这意思。别问这个，都不让打听私生活。还有前日子那个诺贝尔文学奖那个啊，知道是啊，别言语，哎，别言语的书啊，你行，还可以。你怎么告诉他闭嘴呢？你还别言语，那没法念，对不对？不能念。国外人家获奖啊，下面有请 Shut Up 上台讲话，你有合适吗 ？Shut Up 是谁？不让他闭嘴吗？人家叫莫言，英文翻译过来不就 Shut Up 吗？人就叫莫言。就反正就瞧吧，好看书家里边不来，这就古今中外这些个名著咱都有。哎呦，哎，什么什么国外的，嗯，哎，红与黑啊，绿与白，哎，多好些。绿与白是什么东西？你没看过吧？没看过，回家看看去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我上你那借这书，好极了，好极了。没看过绿与白，哪天借呀？今晚放回去拿呗。你一个月之后吧。不是，你等我干嘛？一个月之后献血，哎，那个献血，你怎么了？这来不及的，我得先给你写。里边就红与黑，我这绿白，红与黑，还有那什么，那个哈利波特啊，哈利波特啊，与美猴王，哎，就说这个。你等，您能看点那个正版书吗？您就怎么了？哈利波特与美猴王得挨着吗？这个谁说是一本了？哈利波特与美猴王吗？不是两本书啊。你会不会聊天？你的意思就是哈利波特一本，美猴王一本。对，就你同时看了哈利波特与美猴王这两本书。对呀，你们家那是一本书啊，我们家那也不是一本。你这再说你使的东西都不一样啊，一个小棒一个大棒能一样吗？你都是捋捋啊，你到时候都不老对的，你到时候对不对？小棒是谁呀？哈利波特呀，魔法棒小棒，飘一下的。飘啊！电影我看过，对对对，对孙悟空大棒，再粗些，再粗些，再大些，你多好！啊，仿佛明白了，对不对？一个小棒，一个大棒吧，你没听过？啊，听过了。你这孩子现在听过了啊？真的，这跟头里那肥皂的故事是连着的。我看出来你在想什么了。不是，怎么这么乱的？咱们今儿明白，就是这两本书，两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是。还有咱们那个苏联写的叫什么《钢铁》是前苏联啊，《钢铁》是咋整的？哎，对，就看这个《钢铁》的，您这就是东北出版社出版的，您这玩意儿我操。确实买回来啊，我一直拿这个当工具书那么看来着，你知道吗？工具书写着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？啊，对对呀，是这个。我一看以为工具书呢，炼钢石啊。翻到最后一页完，啊，也没写工具是怎么回事啊？人家是钢铁般的意志怎样炼成的？谁让你炼钢铁？没写大炼钢铁的事。那可不啊。没写，我以为后来的长大了咱知道了啊。说的是主人公叫什么？嗯，宝儿可差劲了。哎，对，他坚强般的意志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这人要可差劲了，就别学他了，我告诉你。怎么了又？人叫包尔可差劲，不是可差劲了。疑问句吗？什么意思？
宝儿可差劲，宝儿可差劲了。哎呀哎呀，是吗？人压根就不是这么解释的，人家没有这保尔克查金，克查就是哎。但是现在我有一小观点啊，就是我觉得看这么多书呢，有点没意思了。有什么没意思呢？都看一遍啊，都看一遍了，是咱学以致用，这话老话啊，灵活掌握，对不对？我准备啊，现在不都流行他们展示自己文采的时候吗？德云社后台不都出书吗？出书热，现在我师父写的过德刚好啊，去年咱过去咱写一个，写什么呀？过得个比刚还好，哎，对，好，对吧？你就离失业不远了，我啊，都比他还好了，对吧？反正今儿封箱也就一天了，我跟你说啊。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就那于谦老师啊，于老师那写的自己的操作守则，哎，多好，你跟我说，操作是不对呀，那书名写的好啊，什么呀？玩于谦，你是写的多好。玩鱼圈就是操作守则啊，那这得客户写呀，这书也不应该他写呀。那我是不是也能写一篇？你等会儿，合着你也参与过这个活动？倒是没有啊，他跟我一块吃过花生。我有点凌乱啊，这么乱的。就说当然说实话，这些个只是一些商业运作，商哦写书嘛，对不对？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文学水平到底多高，就了解你。我觉着像我喜欢还是暗地里，暗地里没事组织一个笔会。哎，什么叫笔会呢？就是把这些个文化人啊都拢到一堆儿。什么词儿？拢到一堆儿？哎，就聚在一块，聚在一块啊，我们都是文化人啊啊，都做好了啊，是探讨文学啊，可以交流吗？哎，多聊天好。嗯，哎呀，何总，准备参加吗？我水平差一些，水平差一些，差一些，我不是那么优秀。水平差一些，能有我差吗？您不是把这帮人聚一堆吗？您是我就是负责把他们聚在一堆儿，那人聊天呢？我听着。哦，何总你不行啊？我能，我不行，不行，我敢去吗？哦，全行啊。全过去文人那些东西您都行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们能不能不看他们了？今儿是我最后的告别演出，你们能不能稍微珍惜一点好不好？对不对？你说花好几块钱好几千块钱看人打架，你说有病吧？这不是就这阵过去，你给大家表演一简花生，来来来，讨厌，我跟你说，你好，人都没看你，是我一无视，我跟你说啊，红围脖哪儿买的？啊，送我的，哟，别。我就是客气客气。这人也太实在了，我以为要送我的，啊，不是，你说人要真把微博放这儿，你捡是不捡？你哥，你要是捡，后台冲着俩人，你吃亏不吃亏？他们估计抢不过你，我猜到了。我可以录像吗？这都好几个 G 还不够录的。我这个角度好啊。这位真讨厌。这人，啊，咱们聊一聊笔会的事儿，还能说回来，啊。演员多不容易啊，是半天还得拽回来啊。啊，探讨笔会。啊，没事，文人消遣。不是，我听说什么琴棋书画这些东西。哎，舞文弄墨，啊。哎呦，哎，弄一身墨。真黑呀，啊，真黑呀，啊！哎，弄一身墨。哎，咱们不逗着玩啊，过去什么什么写诗啊，什么俩人对对词儿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都，您哪个最强项？最强项啊！哎，你说写诗啊，啊，写字儿啊，哎，您等会儿写什么？先把这舌头捋直了，写什么？写咒。刚才那个发音跟这不一样啊，写字儿，写字儿跟写这，这是什么？写在这，这字儿写这。写字儿，对，写字儿，写字儿，写字儿，讲的不讲的写圆珠笔啊啊，毛笔字儿，毛笔字，对对对，毛笔字儿，毛笔字是毛笔字儿，毛笔字，对，毛笔字儿，你说的对，好，我看也别较劲，哎，写那个毛笔字，啊，哎，对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这就说上来了，那得教这么多遍，不会我傻呀，我就是傻，哎，拿那个毛笔，哎，毛喷，哎，写，你等会儿，你等毛什么毛喷，毛喷是个毛笔，
毛笔怎么会是毛喷呢？你说喷钢喷，钢喷，哎对，哎钢喷，哎呦，怎么了？你这个年过的水平真的见长，钢喷对不对？钢笔嘛，啊，哎，自动钢喷，你没用过？哎，用0.7的铅，你没去过？小时候总吃这个，嘟嘟嘟，哎呀，还吃，舌头还黑的，嘟嘟，哎，对了，行，你还是说你那毛喷吧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姐，这都不行啊，这都不行，这要说做的最好的啊，做对行，做对行啊，就是，初一上联，咱给人家对一下联，哦，对联做对联您最好，就我写对联 啊，好到什么程度啊？嗯，就我们家那个小区啊，啊，3-5千人吧。3-5千人，哦，小区啊，哦，大一点小区啊，没有说出去买对联的，啊，真的没有去买的，啊，都是保险公司送啊什么的，买菜人搭一对联，超市抽奖都是那种是吗？有点讨厌了，就没有人贴别人的对联，因为贴就撕了。不是大过年为什么要撕了？你叫我撕，凭什么你必须贴我写的？那也不是人上杆子的，你像找我来写，保险公司那不要，人主动来找你给我们家写副对联，因为什么写的好啊？写的好，回家都贴啊。今天啊，那我捋一捋，就是你刚才说这些话的意思，就是啊，你们家小区，嗯，好几千人，嗯，然后别人送的对联或者自己都不买，嗯，上杆子求你，哎呀，呵，那你们那小区年后不得改坟地了，你们这，哎呦。我住八宝山里头是怎么着？废话，你看他瞧长这倒霉模样，你能写出什么来啊？写对联，人家对联上下联这写出来得是吉祥话，寓意新的一年更好，你能写得出来？一样啊，上联下联得一字儿的一样多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哎，这句没法反驳你，这句对不对？上下联，上联有个逗号，下联有个句号，没错吧？没错吧？这有错这个？怎么了？人家都不点呢，不专业。哦，我点呀，好专业。那我能问问您，想您先甭管点不点，您知道写对联的规矩？太知道了啊！讲得起来，天对地，哦，雨对风，啊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仄仄平，嘿，仄平。哎，您等会儿，您最后这个。仄平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俏皮，节奏很喜庆。哎，节奏。哎呀，呵，哎，啊，说的头头是道。哎，这哎，我考考您怎么样？没问题。啊，行，随便考。给您说一个，您给我们对一个，好不好？随便考。比方说啊，我要说一个上，上对下。哎，上怎么对下呢？上就好，上下。上对下，就如同天地。啊，对对对，天对地，没错没错，雨对风，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仄仄平仄平，多开心，好啊，哎呦，我就崩一个字儿，你来这么多是吧？哎，多开心！不是我，你不用说那么多，你只要告诉我上对什么就可以。上对下啊，行。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着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仄仄平，仄平。大家这个节奏卡点卡都挺对啊，好，反正值得表扬。行，我明白，就是上对下是这意思吧？啊，那我说。天呢？天对地呀！啊，雨对风啊，大陆对长空啊，你等会儿，雷隐雾蒙蒙，开着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仄仄平，仄平。上，你们稍微有点慢了，真的稍微有点慢。好，哎，下回争取可以了，可以，你只要告诉我，再来一遍，争取齐呀，齐刷的呢？你问我一下，说来。我就是让屁崩了，我告诉你，要不然太尴尬。你问我就行啊，你就告诉我天对什么就行了。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雷隐雾蒙蒙，开市大吉，万事亨通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仄仄平，仄平。
托儿肥。你们让一主食领着玩半天，你说你们这，哎呀，我替你们骄傲，真的，我替你们骄傲。好，行行，都是德云社的骄傲。行，好，不要再说了啊，这事咱过去了。你要再说，我就弄死你，好吧？这都是你的邻居们啊，过来弄死你的。这都是我手底下这些个乐队，这都是我哪儿你就乐队？合唱一分部二分部，中间这大合唱，我跟你说。甭管了，咱往下问行吗？哎，下边咱们要说盐，盐对醋，嗯，盐怎么对醋啊？盐要对糖，一甜一咸，太庸俗。哦，盐要对酱，啊、坏了，盐咸酱一咸，哈、啊，齁死了。甜对醋啊？哎，盐咸醋酸啊，五味调和，讲究。哎呦，还真讲究啊、哦。那我说好呢？好对歹呀、啊？好怎么对歹？你想啊。好是好的意思啊，歹是不好的意思。你这个文化水平啊，好是好的意思，歹是不好的意思。我以为你要说歹是歹的意思，没逮着吧？太缺心眼了！我是逗哏演员呀、啊，好，不能让你逮着啊！哎呀，那我要说是呢，是对炮啊？哎，嗯，是怎么对炮啊？啊，你知是我出炮，你跳马我出车啊。什么乱七八糟？怎么一下四个兵往前一推，炸！哎，对，哎，我这辈子也不跟你玩这个了。车马炮算连啊！行行，你都玩砸了，你这个。哎，你不会玩。这样，哎，刚才跟您聊了半天了啊，我出这几个字连起来可是一个上联。我那对下联，我这个啊，哎，是上天言好事。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，这斗灶王对儿。打五岁我小时候就会背，哎，这不叫事儿、哎嗯、行，哎，做梦都说不错、哎、你行，你也回不到五岁那会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你回到五岁也你甭管了。刚才我说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对的，就这么对，不是这么对的，就这么对。那因为我刚才问你，我说上你对的什么呀？回宫降吉祥，灶王对，没错，打五岁就这么背的。我没提我，我说我告诉你，我说上你对的什么？回宫降吉祥，错不了，真的。小时候说梦话，不是我聊，我说上你对的什么？回宫降吉祥，你甭废话。我说一上你就回宫降吉祥了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时候，我说上你对的什么？下天地言醋好歹是上天言好事，下地醋歹炮，还挺稚嫩，醋歹炮，你瞧你瞧那模样，你瞧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下地就是下地上去，嗯，那醋把炮逮起来了，没听说过，给淹起来了，淹起来，淹起来。出了一酸炮，谁酸炮？你还山炮呢？你酸炮？酸炮？你这对的不对吗？这不是？你要这么着呢？我也有出一上联，你会吗？哎，我注意了，我就没问题。上，下，大，小，一大一小，狗，不是你这对得上吗？当然对得上了，头几个不用解释，大伙都明白。人对狗太对了，怎么的？你像人能养家。狗能看家，狗是人类的好朋友。好朋友，哎，对，你倒是，哎，你这有点孙子了，你甭废话，就对狗。哎，我这仨字是一上联，我这也上联，上大人，我下小狗。你呀，没想到他是只雌性，你你甭雌性，你这不是绕的人吗？这不是怎么了？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你不说的吗？规矩都懂，我就考考你，结果考成这样。那废话，你要说上天好事，我能跟你对下地醋歹报吗？那这样，咱们要说整段的可以吗？你得对联，得一个上联拿出来，咱给对下联。一个上联拿出来，行，对对，我给你注意了。这你都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，放屁还打嘟噜。那个。那我要说东，你说什么呀？东对西呀、啊，啊，我说南呢？南对北呀、啊，啊，南对北啊、哦，上对下。当然了，啊、好，哎，天对地，我行，不要再说了，再说我忍不住弄死你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样啊，我给你说一个上联，您给对一对。你最听着啊，我这上联是啊，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真的，我就是脾气好啊。然后呢？脾气不好，我扔一台肥皂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捡，我跳过去。你这回什么玩意儿？你说他问完我，他都用他对联里了。你是人吗你？啊？你这是人类的思绪吗？我都是你的好朋友了，我怕什么呢？不是你，
你爸爸不要激动，有辙想去，没辙死去。不，你要老是这么聊天的话，你可没有朋友了。压根儿我也没朋友啊。你不是，你就说你能对不能？你说上联我才听听。我都说一遍了。再说一遍。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我跟你对。嗯。南雁北飞，双翅西东分下上。嗨。你等等。怎么样？你等等。哎，不怎么样。怎么不怎么样？还是掉一个。这大雁那么过来的，是怎么着？撅过来的。对啊，行，你这么飞不行，我们这么飞啊。你见过大雁仰泳往回飞的吗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还怎么了？不对，知道吗？ 不行啊！你甭废话，你单找，你单人家就不行买回程的票吗？不好买，春运没结束呢。你这位，你有点真是。行，单找是吧？那可不，听着。前车后辙，两轮左右走高低。哎，你瞧。我这是北雁南飞，前车后辙，双翅东西，两轮左右分上下，高低，还高低，上下，上下，高低，呵，这就叫虽不重，不远矣。嗯，此之谓矣。哎呀，别晃悠了，脑仁再晃悠出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不至于。呵，这行啊。当然了，还真有点水平。咱这不对着大王，对着大王叫谁呢？啊，行，好好呢。刚才也没说对着大王的事啊。哎，行，这样我给你再来一上联，这是我压箱底儿的，怎么样？请你有箱子吗？这人就，我给你来男的。来，行了啊。听。我就指这活着呢，听着啊。空竖三空孔，空竖空竖孔，孔竖空竖空竖空，来吧！谢谢，别鼓掌了，别鼓掌了，什么听清楚了吗？你们就鼓掌？那都应该都听清楚了，那是听清楚了吗？我都觉着我的艺术水平都让你们听，太给力了！不是你是不是他私生子啊？你这么着。他怎么那么照顾你？你甭废话，完我说完了，你听清楚，你告诉我说什么？我就听俩窟窿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俩窟窿，他说谁说？那还是没听见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您说的太，我说了，我这不好说，我这不好说，慢点说。行，我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啊！让大家听明白。我刚才没控制好，我再来一遍啊！控制好这个啊！速度啊，慢点。空竖藏空，孔极空竖空竖孔，孔竖空竖空竖空，这回怎么样？慢节拍，不是我有一毛病，要这么倒啊，我容易背过去。我告诉你，我那就再慢一点，真的，你就直接让我死去呗，是这意思。慢点，大家听清楚。来，你慢慢啊，预备，够啊！不是我跟不上你这个，你来，不再拍，我听我的啊。空竖藏孔，孔进空竖，空竖孔，孔竖空竖，空竖空。你看，我说我容易憋死，我告诉你。这多好，你看呀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是，合着我白忙活着？你也没大家解释对吗？你这说说什么？行，我解释。我这个说的是孔子孔圣人的事儿，俩窟窿出孔圣人了。你说你，我解释完了，你再评价。你说这个孔子啊，当年周游列国的时候，有一天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突然天降大雨，没地儿避雨了，怎么办？哎。发现旁边有棵古树，形成一个天然的树洞，孔子进里边避雨了，空树藏孔。哦，下雨了啊！孔子没地儿避雨啊，是啊，上树洞里避雨去了。啊，可不，孔子孤儿吗？不是孤儿吧？他妈不会说话？不应该呀、啊。那孔子傻？人家本人圣人怎么傻呢？那这点道理都不知道吗？什么呀？我们家大人还告诉呢，什么呀？下雨别上树底下待着去，容易给你劈死。行，孔子树底下都不行啊，树里边干嘛跑那安乐死去了？是怎么着？你说这位给孔子塑造成一个什么样？不是，人家这个典故就是这么讲的，空树藏孔，树里边藏着孔子呢。再说那会儿你保不齐又劈不死呢，那会儿不能。不是你非得，人家就是没劈死，人没劈着，怎么了？你甭废话，就这么说的。
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孔子进里边避雨了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空树里有孔子了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雨过天晴，孔子打里边出来了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，空树里没有孔子了，空树空，这有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。不计较劲吗？这不是听他这个上联啊，他配着开塞露听，我跟你说的。哎，你这人多缺德！你说憋得慌，你这是。你不，我解释完给你了。你听听我，听我这个来。咚咚咚，擦擦擦，咔嚓，扑通，哎呦，补补补，呱呱呱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这怎么了？我这个不是你这什么呀？这是我这下联啊。这是下联。当然了。哎，甭说别的，字数就不对。怎么就不对？你那多少？我这十八个字。你数了吗？当然数了。你数我看看。你看啊。空树藏孔，孔进空树，空树孔，孔出空树，空树空，仨，哎仨，仨像话吗？你们家数数这么数啊？你告我，你告我这几个？你哎，你是义父吗？这不是个人习惯吗？老甩着走。那我是你义父。你甭废话，你闭嘴，赶紧赶紧。我是你的义父。你去什么乱七八糟？赶紧。我是你的义父。你要说完这个，我就弄死你！我告诉你，来，快，赶紧赶紧。谁说弄不死？咚咚咚，擦擦擦！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刚那仨字怎么跟骂街似的？别往心里去，真的别往心里去。你说这仨字不要看着我啊！咚咚咚，擦擦。不是我躲不开了，是怎么？必须得看你。为什么呀？你要不说出这仨字像骂街呀、啊哦，还好点。你说我这么看大家，不得打死我？你也等着看一会儿上来那俩的，我告诉你来，咚咚咚，嗯，擦擦擦，咔嚓，扑通，哎呦，补补补，呱呱呱，哎哎，十八个，你看，还真是十八个字了。哎，我这可是典故，我这是实事儿，典故对实事儿，过去跟现在，还真行啊。那你这什么实事儿说说？去年夏天啊啊，在这个十渡啊这个景区啊，嗯嗯，有这么一个。就叫什么拓展的这么一个活动，什么活动？就是公司员工组织拓展啊啊，就是那意思，一个人蒙得了眼睛啊，假装看不见啊，是给你发一探路障啊，过独木桥，两边这些个同事接着看，接住啊，这叫什么团队配合？对对对，就这个啊。他呀也学人家盲人同志拿一个那手杖啊，拿这手杖杵这桥板的声音，咚咚咚。我猜不着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就咚咚咚，咚咚咚啊！那擦擦擦呢？又不放心呢啊！拿脚蹭啊蹭，擦擦擦，哦，咔嚓，桥折了，咔嚓，扑通，掉河里了，扑通，哎呦，硌着腰了，哎呦，补补补，放仨屁，呱呱呱，蹦死仨蛤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